传统固定曲率的旋转对称镜片无法完美解决超广角带来的畸变问题，自由曲面镜片则更加灵活，通过计算数以万计不同角度光线穿过镜片后的落点，再通过数字模型对每个点逐一校正，从而在镜片内侧打造出独一无二的曲率，让光线精准无误落在传感介质上，最终得到一张完美无畸变的照片。